看看新闻网。在上海呢，也拍摄过一些节目，同时也参加过韩国非常有名的一位足球明星朴智星和他的朋友们在上海的一场足球比赛。在当时啊，他们对于上海的印象就非常深刻，上海的朋友们、上海的 fans 也给他们留下了非常非常难忘的记忆。问一下他们，上海的粉丝们在他们心目当中是什么样的一个印象？그지난번에상해에오셨는데요상해에오셨을때혹시중국팬들에대해서느끼신점네소감부탁드릴게요네그때상해에와서좀이렇게많은팬분들을제대로못봐서저희가좀아쉬워서예상해에와서이렇게가까이여러분들만나뵙게되니까너무즐겁고오늘친구처럼재밌게놀다갔으면좋겠습니다上次来的时候因为是拍摄太紧凑所以都没有好好的见到大家然后这次的话因为有机会跟大家亲密接触希望大家今天玩得开心一点그리고그날녹화끝나고우리숙소에서우리가모여서맥주한잔하면서상해팬여러분얘기만거의한 4,50 분정도한것같습니다너무감사해서요还有那天我们四个人在一个房间里面在那个喝酒的时候其实那天一直在说哎，上海的歌迷们太热情了光这个一个话题我们就足足说了40分钟真的吗谢谢네아그때촬영하러우리가촬영에좀집중하느라고많은분들한테저희가인사잘못드리고신경을못썼는데그때못한거오늘다여러분들위해서예시간다할애하겠습니다上次其实挺不好意思的因为也没有跟大家好好的打招呼什么的然后今天的话我们有的是时间希望大家也继续看我们的演出그리고이건뭐우리뭐팬여러분들이있어서하는얘기가아니라물론있어서하는얘기겠지만여기까지해주시면되겠습니다首先说一下虽然不是여기까지야끝이에요因为你们在所以才说这句话但是其实因为就是你们在所以想说一句话전부다이뻤습니다都很漂亮어많은분알아들으셨어알아들네이뻐漂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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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性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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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也会性感看来他们几位功课都做得很好不仅会讲中文还会讲很多复杂的单词性感再来一遍 Say again 性感중국어단어를여러개잘하시는것같으신데금방그섹시한하는단어性感그러면한마디더性感性感好谢谢谢谢四位啊우리하는아는것도하나있다고一个还有一个好哪一个芝芝芝芝芝芝우리도아는거하나있어요뭐我们也有一个우샹롱우샹롱